輝少道具倉個 CCTV 你搞掂未啊？放心，條片我收好咗。輝少去拘留所度嘈冤巴閉，話自己無辜，好麻煩。如果我哋再唔正式落 charge， 夠鐘就要放人，我哋點做好？我哋可以拘留佢48小時，我哋而家仲有時間。你都知我哋目標唔係輝少，佢間娛樂公司係屬於滔天集團嘅，我要你直接上去調查，我要你入佢哋嘅 server 房，然後同佢哋講話要攞佢哋公司內部文件翻嚟調查做藉口。 表面上用一隻 USB 存取資料，但其實裡面有破解程式，你可以令到滔天集團 server 嘅防火牆癱瘓。即係話，太子嘅人就可以入侵到佢哋 server， 擺啲黑材料入去，咁就有證據證明到輝少道具倉藏毒案背後其實係滔天集團喺度操控毒品交易。冇錯，太子就係想我哋咁樣做。太子好緊張，我哋不容有失。知道。 問我咩事？唔知道高 Sir 你點睇輝少呢單嘢？你嚟問得我點睇，係咪都覺得呢單嘢唔係咁簡單？咩德媽話收到風，天爺輝少師爺衝四周圍散火。我記得高 Sir 你質疑過佢哋已經收晒火，唔似仲有掂毒品呢番嘢。但又真係俾我哋喺輝少嘅道具倉度發現有料到，有證有據。其實我淨係得高 Sir 一個 信得過，有啲説話我只可以同你講。 你仲記唔記得桑星喺拘留所度自殺死？由嗰陣時開始，我已經懷疑警隊裏面有太子嘅線眼。你已經鎖定 target。Madam媽俾咗呢隻 USB 我，要我去滔天集團度攞啲內部文件翻嚟調查。係正常程序，你覺得有問題咩？但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呢隻 USB 好有問題。我電腦唔叻，我想揾 IT 啲同事幫手 check 下低，但我唔敢。你懷疑Madam媽？ 我唔想一口咬定係佢。事實係呢隻 USB 係經過好多個部門先至到Madam媽手。我唔排除中間有人做過手腳。我知而家好多嘢都係冇證據嘅推測。我好希望我係諗多咗。如果你信得我個嘅，我諗有個人可以幫到手。Min Sir 要帶埋搜查令上，你咁大件事。滔天娛樂借咗公司試驗藏夠，咁呢間公司係屬於滔天㗎嘛，我有需要咁做。放心，唔會阻你好耐。OK。 高Sir，蔣小姐知道咩事㗎啦？你哋直接入房。唔該。我會盡力配合警方調查。多謝你，我哋會盡快搞掂，盡量唔影響你哋公司嘅運作。今次我哋主要係想要一啲娛樂製作公司嘅文件。冇問題。Ruby， 係，蔣小姐。佢哋需要一啲文件，你幫我去準備。好啊，我去準備。唔該曬你喎，Ruby 小姐。呢邊啊？除此之外，我仲想檢查你哋電腦裡面有關娛樂製作公司嘅資料，有可能我會攞走，唔知道邊度方便咁。 佢可以幫到你。去 server 房，唔該曬。 Min Sir， 呢部電腦 connect 曬所有 server 嘅。唔該曬。一陣間如果有啲資料係需要嘅，我會用 USB 抄走佢。OK， 得㗎啦。 Thank you。 Sir， 你隻 USB 破壞咗我哋防衞系統喎！唉，醒一醒先。高 Sir。 Madam媽賴咗嘢啊！賴咩啊 ？ICC 要Madam媽翻去協助調查。Madam，Madam。